大慈大悲的佛陀，天地间最尊贵的觉者，我以至真至诚之心感恩您的降临。沐浴佛陀其实是沐浴的我们自己，佛陀他是已经是圆满的，所有的美好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是圆满的，他不需要你再去为他沐浴，所以这是佛陀帮我们的方法。那我们也借这个方法来给大家来分享，让有缘的你呢，来通过佛陀的这个诞生，让自己获得新生，让自己更加健康。